喂，姐，怎么啦？浩之，这下我们可有麻烦了。刚才方秘书跟我到医院来。那他看见孩子了吗？没有，幸好我发现的及时，我躲起来了。浩之，你最近在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让宗宗怀疑什么了？不然的话，方秘书为什么要跟踪我到医院来？我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夫妻嘛，不记得没关系，这都很正常。什么意思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没做什么呀，姐姐，没什么事儿，可能是你太敏感了。也许方秘书只是巧合呢，对吧？不可能，直觉告诉我，方秘书就是跟踪我到医院来的。我们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再见面了，我不可以让江村发现你的身份。这样就算我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。我不可以让江家人抓住我的把柄。姐，我觉得孩子的事儿你还是告诉江家吧，毕竟孩子是江家的亲骨肉。而且爸特别想要一个孙子。我试探过了，就连别人家的孩子生病了他都要管，更何况你了，他一定不会不管你和孩子的。啊，不行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这事我要认真的想一想。姐，什么时候发现我跟姐姐的？还是姐姐多心了？不管怎么样，只有尽快让姐姐和孩子回到江家，这一切才能结束。英子。怎么不敲门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来给你送烧伤膏的。不用了，我都好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放在这儿有用。你放这儿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叶枫，用了一些受伤的女孩，现在那儿，她还有危险吗？啊，她后背受了重伤，但是她现在已经出院了。她还说她不想要酬谢什么的，所以她没留下姓名。其实你啊，也别太钻牛角尖了，啊？万一是咱们想错了呢？万一人家秦英素真的失忆了，对吧？万一你怎么今天这么喜欢说万一啊？因为我的小心脏也需要承受太多太多。喂，喂，方秘书，你跟江村在一块吗？是我。你是不是手机落在家里了？我看见方秘书给我打了未接来电，我还以为你要手机呢。没错，电话是我让他打的。这样，我正在去公司的路上，你帮我把手机送到公司去，我有急事儿。嗯，知道了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来，车钥匙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给我。
你也太粗心了吧！手机都落在家疗养院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给，给你就拿着呀，物归原主。我走了。等等，我要去见个朋友，跟我一起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去福利院做义工呢。再说了，你看我今天穿成这样也不合适，你去吧。没事。方秘书，你好。哎，方秘书，啊，我哥呢？他在吗？陈林生正好有一些事情让他细节，要我哥做决定，我做不了主啊。江总啊，跟江太太约好了，他们先走了，估计今天直接回家，不回公司。什么？他现在为了他老婆，连公司都不回了，他想干嘛呀他？行了，小点声，这是公司，不是家里，给江总留点面子。要不我先回去吧，明天我再来。那可不行。 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了，他不在公司工作，就在家里工作。你晚上去我家。你的个子高，挺小的。你看这款，好像好看啊，气死了！天哪！ 衣服也太贵了吧，一件要10000多。不要老爹，没关系。给我老婆买东西，你只要喜欢就好。你不是说，我以前常常连陪你逛街的时间都没有吗？今天我全都满足你。江太太，您之前在我们这儿预定的新款都已经到货了，我之前给您打电话，您怎么不接呢？我以前经常来这买东西吗？从来没有空着手走过，挑两件合适的。 真的不用再挑了，您预定的款式我自作主张的给您留了两件。太好了，拿出来给他试一下。好。试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个衣服不太适合我，我再看看吧。要不我进去帮你选吗？哎，别，那个，您进来。江先生。 江太太眼光一向很挑剔，我又给她选了两件。好。江太太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江太太。来，这样，这些东西我帮你拿着，你再帮我选一些更好看的给她。谢谢。 不想让别人来看热闹，你就大声的喊。我来是要看看你这件衣服到底哪不合适了。江太太，我又给您拿了两件，您再试试吧。不用了，把这些都包起来。 这江先生跟江太太的感情是真好，是吗？这你都看得出来，难怪江太太是越来越漂亮，身材也越来越好了。如果以后还有更合适的，
麻烦你再给我推荐，我就喜欢我喜欢的女人穿得漂漂亮亮的。一定，江太太，这身衣服非常适合你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看够没有啊？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注意啊。你好像真的比以前瘦了，就好像脸色也好了很多。嗯，就是胸围好像小了。流氓？怎么就流氓了？我是你老公，你别忘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今天在哪受了气，还是爸又骂你了，你可别找我撒气。你停车。停车干嘛？我要到后面去坐。到后面去坐干什么呀？这是高速，停不了车。那你别胡说八道了。哦。哎，你不觉得刚才花钱的感觉特别爽吗？不管喜欢了什么，看上眼的，都有人给你刷卡买单。啊？我觉得不怎么样。你不是很着急吗？你好好开你的车吧。开车。